熊孩子来了。娘，我要威无羡哥哥的笛子，还要蓝忘机哥哥的滑板。一步步来，先问他们要压岁钱。想得真美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哥哥真的没钱发红包了。给。笛子呢？他期末考试考了几分？二位告辞。蓝湛，你这招先发制人可真厉害，一言不合就问熊孩子成绩，你怎么不多问几个？比如班里排第几名，寒假作业做好了没？见好就收。为什么呀？他们反问我怎么不结婚，怎么办？